那么今天指数大跌两百多点，可能跌破很多人的夜水眼镜哦。那基本上哦，我讲坦白的，尤其呢最近这个主力做手，我说真的，他好像很欠钱的夜水样子。我请问各位啊，就像礼拜二的那一天，台北股是收在一个所谓最低的低点，礼拜三送你一个所谓长红 K 棒，收在最高高点。就昨天收在最高高点的时候，他迫使所有的夜水空单全部停损之后，结果呢，他今天又收在一个所谓相对的夜水低点。那你知道其中的夜水问题，其中的夜水奥秘在哪里吗？基本上。 我是建议啦，我是建议大家啦。我我先讲一件事情呢。我们我我很感谢蔡总统，你知道为什么感谢蔡总统吗？蔡总统有在你身上签名吗？不是的。从蔡总统五年前呢他就职的时候，五年以来，五年以来台北股市走是走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多头。所以说很多人他已经忘了空头涨成什么样的样子。我讲坦白，包括我也是一模一样，我认同哦。我连空头我都已经忘了空头长这样。就像我们讲指数期货好了，指数期货在过去半年的时间哪一次不是拉高去？ 结算，哎、欸，不管怎么叠哦，它到时候一定拉最高，拉最高来做一个所谓的结算，所以说它很容易让大家失去一个所谓的戒心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你真的要把结构看得非常非常细，最主要原因就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会开低走低？你先回答我嘛，老师我哪知道为什么會开低走低？那我昨天节目不是白讲了吗？来看清楚哦，我先播一下十秒钟重播带看清楚，昨天基本上今天这个行情它又是一个双边双边解套。 昨天是多头主力套，今天换空头主力套。那空头主力套的话呢，我就好像好像有点破梗。昨。 等于说，昨天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空头主力套？好，来，我们直接就事论事开开始聊，开始聊，你现在所看到的是，我每天哦，我的会员非常非常的叶随幸福。只要我一离开三立这个座位之后，我马上会到小办公室，把我会员所需要知道的所有的叶随资讯，在我的盘前稿里面做一个随完整的交代，看清楚哦。昨天我们很清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空头主力套，那现在是空头主力套。如果昨天啊，如果昨天,、啊、果昨天晚 晚上你看到 PM 牌，因为外资买了一百四十几亿，你跑去追，你很对不起我。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你要拥有我的盘友看清楚哦，我在里面我有提到，我说昨天的收盘它是大于关键价，可是我没有跟你讲收盘大于 AC 哦。我说昨天的收盘它是大于关键价，可是昨天的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 AC，代表今天这个行情又要震荡了。那么在里面我也提到，我说空方报价落在一六二四九，多少价最大值落在一哎一哎一五七六六，我们看清楚一六二。1, 6, 2, 二四九一五七六六，9, 66, 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他带枪来投靠？他第一次拿到我的叶随盘你考，你老里笑啊你拿他压力给我写一六二四九啊，支撑一五七六六。那我请问各位，这两个价位有没有从 P M 盘一口气延伸到一个谁 A M 盘最高的叶随高点二四九有没有完全命中？最高二五五嘛？最低的低点七六六有没有再一次命中？所以这是为什么？还没完呢、哦，还没完哦！那我再来一遍嘛？那我问题为了问题来的嘛？那我今天为什么不开低走高？ 哎，开低符合空头解套嘛？因为空头主力套，所以说昨天的尾盘空头坑更空更多，偏盘往上挤拉，空头放空更多的业水期货。那么只有今天台北股市跳水了，那问题我可以选择开低走低或开低走高。那我为什么我要开低走低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杀到七六六吗？一定要杀到七六六吗？不是的，要先看时间呐，哦，两点四十八分。 昨天，昨天叫做三月三号两点四十八分。为什么你要第一时间下载我们软体？拥有主力心态，来，我们再看一遍哦。基本上这一个行情哈、哦，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操作难度世界无敌高。可是问题，你只要拥有主力心态，短短三天已经超过一千点。再变遍哦，礼拜二的那一天，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 好，不要不要做成空，从 A M 盘一口气往上延伸到 P M 盘，就礼拜三当台北股市出现往下跳水的时候，主力心态从绿色变成红色，代表主力心态它是由空转为一个水多，所以昨天收在一个水最高的个水高点。那么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水主力的一个水心态？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拥有主力心态，你根本不知道人家主力做什么方向。就像我现在回答大家一个很简单问题，你们一直说。 不是夜水哦，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解这个大盘？我问大家一件事情：如果你知道今天大盘主力心太空，你会去买五二四三以上吗？你会去买二三二八广宇吗？老师，我今天买群创，群创我等下慢慢解，再一遍哦。如果来麻烦大家把以上跟广宇的江波图调出来看哦。大家不是跟你讲。 不是跟你讲 M I H 大联盟吗？然后跟你讲说，跟你讲说，他们两家是非常大的业水社会。今天盘中所有的连线节目，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业水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空，而且这个空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放空了，真的很贱，这主力真的很贱。他可以昨天早上做多，做多嘛，做多，结果 PM 板一跳空开高那一刹那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大只有没有看到这么大只 有,有看到？昨天早上一度又多嘛？啊，就一跳空开高靠腰嘞，一度空到收盘，一度空到收盘。这个哈、哦，这只是我觉得哈、哦，这个主力他一再进步，可是你再不进步，我只能讲没有办法了。好，这就讲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来来来，二月份操作难度会不会高？二月份我认为超级无敌简单的。 好，哦、因为只要每一次的转折，你有抓到二月五号封关的那一天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会这样开高，因为当天是多头主力套。 好，多头主力套就预告完之后，二月十二号它真的往上跳空开高，二月十七号，好，二月十七號,号重新开盘，二十七，二月十七号嘛，二月十七号往上跳开，主力心态多还是继续做多，好，所以说二月份我们很轻松又缴出了三千三百点亮丽的成绩单，我们借有主力心态，我们借有一水多空的防守价，我们根本不鸟外资卖的九千八百二十五口或卖的一百八十亿，结果外资大卖 PM 盘有没有跳空大涨？ 跳空大涨完之后，你要去追，看到外资补空，很抱歉，五四四，我们要站在夜水调节的夜水卖方，然后之后再借油的夜水主力心态，主力心态空有没有直接？我们叫跳水，跳水心态再一次由空转多，由空转多，这样又高达将近有两百二十点，然后又杀到一八四的夜水最大值，所以说光二月份的夜水部分，我们要很轻松掌握两千三百点的夜水波动。可是我再跟大家报告。 现在这一个行情，它已经不是无效的阿蒙了。就像最近呢，还是有很多人，哎、欸，甚至我的 Telegram 哦，还有人自动把我加入他的技术分析教学的课程。你们的技术分析再怎么学，都是 K D M A C D R S I 高档扣 O D 低档扣 O D 一三五八十三二你看到昨天一根长 K 线，谁不告诉你？不排除还会再有高点。看到一根长 K 棒告诉你不排除还有低点。废话，这话讲很快对不对？因为那是废话。 有谁在跟你讲主力做手最终章？最终章双边解套理论，多头主力套它会反向压低，迫使散户尾盘全部停损，把筹码全部吃光光。从 P N 到 A N 会跳空大涨，就好像前天麻烦调一下前天的重播带。我们跟你讲说，我们跟你讲说，多头主力套，就有,有没有从 P N 一口气涨到昨天的 A N，收在一个谁最高的高点？ 反之，空头主力套来把字改一下，空头主力套会反向收在液水最高高点，迫使迫使什么？放空的液水散户尾盘全部停水，然后把筹码全部吃光光，把筹码你们你们空单停水代表你在做多嘛？你做多的时候，他就把你要做多的部位他全部卖给你，代表他放空。就今天我们大跳水，就大跳水，双边解套理论啊，双边解套理论啊，我的课程真的有教。 A C 如何计算？我的课程也真的有教主力心态怎么计算？我的课程也真的有教。而且我的课程，我再跟大家报告，我的课程哦，不是你拿，我不是你说拿来看，拿来看，你去加入那种 Telegram，我跟你讲过了嘛，Telegram 还在教你什么复合式头肩顶，还在教跟教你教你一三五八。我的课程是需要各位好朋友们，你把计算机拿出来用按的，你才能够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。就像我随便举个例子嘛。 二月二十五号礼拜五的时候，这里敢买吗？这里敢买吗？这里敢买吗？那问题为什么我敢买？因为它的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。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主力做手它，他很贱，他会用骗的。结果呢，当天二月二十五号有没有收在叶随最高的叶随高点？就收在最高高点的时候，又再玩一遍了，他又在玩了，又在玩同样一招了。批验盘开始空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 我早上我早上先多，然后呢 PM 盘我开始空啊，结果呢有没有跳水？有没有跳水啊？跳水主力心态空，有没有再往下杀？这是为什么上个礼拜杀到脱裤子最主要原因？因为很简单啊，他 PM 盘一路空空空空空空空，结果上个礼拜我 AM 盘跳水的时候，跳下来的时候心态多还空，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空。 这是为什么上个礼拜五开低走低最主要的一水原因。好，那么进入这个礼拜，所以说哈，我真的很强烈给大家建议了，你操作不好，我讲坦白的，这不能怪你。就像今天我说真的啦，如果我没有主力心态，我一定会叫我的会员五二四三以上日关键价去买，或二三二八的广宇日关键价买。 买完之后，我会坐在旁边流眼泪。那你麻烦你问我的会员，我今天不告诉他们观望。我昨天也观望，今天也观望。那为什么观望？为什么观望？因为我不跟主力心态对坐嘛。人家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折折的空，代表今天大盘会下跌。那你运气好，你也会选股，你选到哦，老师我有钢铁股、欸，你又变有钢铁股了，你又变有二零二七，又变二零零六，你什么股票都有啊？你是投顾老师是不是？你现在赚不到钱的啦，人在赚不到钱的啦。 你想想看，为什么一涨航运股，我们可以赚二十次、二十次涨停板？为什么？你逮到机会就连续加嘛。好，继续、哦，要继续，继续。今天今天今天节目节目要讲快一点，讲快一点。来，你看喽、哦，就果你看再一遍喽、哦。他哈二十六号嘛收最低嘛，收最低，因为主力现在空，看到没？绿绿色很简单。结果哦，我很想骂脏话。下午他又做多，下午他又做多，就果礼拜又又挑大涨。 可是跳空大涨，因为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 C。我们看到收盘小于关键，收盘小于一个所在的 A C，收盘小于关键收盘小 A C、欸。哎，礼拜二啦，不是礼拜一，是二二八没没开盘呐。礼拜二跳空大涨，说因为收盘小于关键，收盘小于 A C，配合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就礼拜二有没有开高三百多点，尾盘收在最低低点，有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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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？ 看到没有心态由多转空，由多转空。然后呢？然后礼拜二的时候跟大家预告，大家预告，我说多头主力套，多头主力套配合的主力心态由空转多，由空转多。结果昨天一口气涨了两百五十点。那昨天又再一次跟大家预告，我说是多头、欸、空头主力套，好复杂，不会复杂，一点都不会复杂啊結。结果嘞？结果嘞？这个七六六最大的有没命中？这个二十九有没有命中？這個 哎，有谁能在昨天两点四十九分盘前搞就写的这么样，就写的这么样的叶水明白，而且完全的命中啊！这九十点就没时间看了，来来继续继续继继续继续又好，来接下来这行你怎么看呢？今天尾盘哦，他来到七六六之后，他真的往上拉上去的，好，真的往上拉上去的。可是很不幸的地方，没有就是用论事哦。上个礼拜。 我们都在做多，做多，做多，做多。为什么做多？为什么其他做多都赚钱？为什么其他做多都赚钱？因为很简单，都是收盘大于 AC。好，收盘大 AC，除了礼拜四嘛。那么今天的夜水收盘，外资买一千一百九十二口，一百一百九十二口拍起来，现货至少卖三百亿，现货卖三百亿哦，至少卖三百亿。现现在两点十二分还没公布了我先跟你讲了啊，不管了，好了，我举例啊，外资买两百亿了，又怎样？今天的收盘小 AC，盘小 AC，所以不要急哦，不要急哦，什么意思？ 什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你就要拿昨天的例子出来来，昨天盘前稿，再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昨天的收盘是大于关键价，收盘大于关键价，可是收盘小于 AC，收盘小于 AC，所以 PM 盘先往上急拉，因为收盘小于 AC，它要反应，收盘小于 AC，它要往下杀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没错吧,吧？好，那今天的夜随收盘，它也是小于一个谓 AC，小于主力成本，所以说基本上再耐心等等了、啊，再耐心等等了、啊，好。 股票部分，来，我要开始解股票了。我的会员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手中还有长荣跟阳明的基本单，好、哦，跟阳明的基本单。那我的会员说小石啊,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要出掉？来这边哦。 我先奉劝大家，开始把笔跟子拿出来。首先，我的夜锤操作，我是操我是怎么样操作的？很简单，全台湾的夜锤节目只有我会跟你分析整套股票的操作逻辑。我不是今天群创开低走高，然后我跟你讲说，哦，把群创基本面减一减之后，跟你讲群创跟你讲有达。那如果群创有达明天开高走低又忘了吗？就忘了吗？ 你整套的逻辑你要学会，这是为什么你要来上课最主要的夜水原因。好，整套的叶水逻辑，你懂得叶水主力心态，你懂得叶水 A C，你才有操作的连续性。好，连续性操作，十月十六号买，然后这边十七点八还在买，然后呢，然后呢跟你预告，月线它是一个标标准的红灯，三十一块往下急刹买进，然后呢三十八点七还在买，然后呢冲掉之后，然后这边又赚了两只的叶水涨停板，所以说，我一再跟大家报告，基本上你光看一个老师。 他们一档股票有本事从头讲到尾，你就知道他的功力了。甚至当时在二月三号，我所给大家的关键报告，我请问大家，当时你拿到我的关键报告，你又看到长隆又看到杨明，你有没有一肚子火？有啊，那时候很多人一肚子火、啊。像是啊，很多人说長榮，你长隆、杨明不会涨了、啊，不要哎、啊、呀，要做电子股啊，好啊，四个四隔一个月啊，你的电子股有比较爽吗？你做到电子股，你有比较爽吗？ 没有嘛？你做到联电，你有比较爽吗？没有嘛？那如果是你是做到长荣跟杨明，这几天台北股市的大跌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跟你有关系？没关系。好，来二月三跟你预告哦。然后呢，二月四号封关，买来流仓，买来流仓，买来流仓。长荣又赚了四十涨停板，然后呢往上，结果呢，新春开盘真的拉到涨停，锁不住往下杀，往下杀，二十四点八，我还在买。 我还在做加码，可没看到加码。这边买不够，这边在加码。所以说，一光阳明一档股票，农历封关之前买，农历封关之后继续买，我又赚了六只涨停板。好，导播下一个标，好，下一个标，好。 然后同样长荣往下急杀，一买下去也是赚的，也是随便赚。隔天跳空，几乎来到涨停板，我要轻轻松松赚的一涨停板，就要开始震荡了。上个礼拜我们跟你预告，我说长荣、阳明、阳明没有碰到二十八点九、二十八点九五，阳明要开始震荡了我。我这样跟你讲吧，还我这样跟你讲吧。好，那现在开始震荡，来，这礼拜长荣往上急拉，阳明没卖到，阳明卖到哦，长荣卖到，往上急啦，三十九点一开始出。 开出，开出，开出，只保留一点点的液水基本单。好，从三九点一到三十七点三。好，我现在回答所有人的问题了。我什么时候要把他们全部获利卖出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了，你们很迷恋那种买最低、嗯，卖最高，每天都大赚。你要买最低，卖最高？有啊，昨天我的盘前稿。 哎，七六六七六六二四九，7 66, 7 66, 9, 我真的卖最高买最低两个价位，昨天两点四十九分我就预告了。所以说你，你果说老子攻击啊，攻击没关系，我欢迎你来验证。你要索取盘前传真稿的，我免费让你看。好，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。88, 好，看住哦。好，来，来卖。好，开始了。这档叫二三零三联电，老师，联电也有航运，联电也叫航运股哦。 听我讲完。昨天三月三号，你把我的软体打开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策略？叫做空头加码，空头加码，加码放空点点，加码放光点点，加码放空点点哦。好，我今天泰德滚，我还跟你们讲说，你手中有点点，你要小心。应该没有时间讲基本面了。现在哈、哦，中芯它跟艾斯摩尔的一个所么订单，是敲到今年的一个所么年底？基本面没有人比我强。 我讲两百，基本面全台湾没有一个头部老比我强。好，那我跟艾斯摩尔的订单，因为现在美国商务部，因为现在很暧昧哦。美国商务部说，哎、欸，我把收成技术卖给你，所以说你艾斯摩尔可以卖设备给联电，呃，不是，不是斯摩尔给中兴。然后现在呢，又传出消息说，哎、欸，美国商务部我没有同意说你可以卖设备给中兴，等于说到年底之后，明年中兴拿不到，中兴拿不到艾斯摩尔的设备，是这样子吗？太复杂了。 我哪知道会不会在六月底的时候，美国商务部又同意爱斯摩爾可以卖设备给联电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连四十九点八都破，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手中哈有持股的夜水问题，我建议啦，自我诊断，先自我诊断。 如果多方防守价跌破，多方价跌破，长荣跟杨明，我就会出场。我讲的很慢哦，我已经讲很慢哦。那问题多空防守价你是需要知道。好，那连电你看哦，他今天收盘收十九点零五，他连十九点八都破哎，这超级无敌弱势的股票哎，你好歹收个四十九点八，你给个脸嘛，给个面子嘛，你这么怕空头、哦，你这么怕空头、哦，所以说你的软体。 有办法给你多空防守价吗？你的软体有办法给你整套的操作策略吗？所以说哈，你看完我的，所以说哈，我的软体好了，我先讲我软体最大特征了。第一件事情，拥有主义心态，因为当你有拥的拥有了一的一个属于主力的业主心态，你今天打死绝对不会去买以盛，绝对不会去买广宇。好，二你们二零零六这我不不在乎，好，因为我没看他们。 你打死绝对不会去买以盛，你也绝对不会去买广宇，因为只有笨蛋在主力心太空的时候去买这些超级无敌强势的股票。第二个特色，你的软体有办法给你策略吗？你的软体有办法给你端好报价吗？啊，今天联电是杀破四十九点八，反弹到四十九点八再杀。我去没时间讲了。 没时间讲了，来，国巨先赚一倍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然后六百三十五，国巨我想全部都要出来。六百三十五，现在今天多少钱？好，算五七四好了，中间差六十一块钱，你十张差六十一万。我问大家啦，二月二十三号，二月二十三号。 二二零二一零二二三嘛，就二月二三号，有哪一个投顾老师国巨当天收最高？他跟白痴一模一样，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获利调节，而且扣讯直接给你看，扣讯直接给你看，扣讯直接给你看好来，来到五九几为什么都不买？因为很抱歉。 大盘的主力心态空，所以不买，对不对？好，八零四六南电也没时间讲了。南电好，南电还没到停利的，来，甚至六四四三的叶水原金，我请问各位，南电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到营收成长大力多？六四四三的叶水原金有没有一直维持在高档做叶水震荡？甚至三零零六的叶水金豪科，我们也大赚五十六万六。好啊，我常跟大家报告了吧，投顾老师。 他们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招？你知道吗？营造说明每天都会有行情，你要赶快入会。那这一波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他不断的观望，我们连电高达一点七倍哦，一点七倍，一点七倍，长荣加阳明加起来二十八只涨停板。我告诉你急吗？我叫你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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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，赶快进来，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。你急的结果会是什么？ 投顾老师告诉你要急哦，要急，要赶快入会，赶快入会，来，赶快入会。前天追飞鸿，到今天，到今天还躺在那边。前天追二三六八金象电，到今天还躺在那边。然后呢，今天看到五二四三以上，有没有很爽？有没有很爽？有没有很爽？哦，早上看一下，然后拉上去之后，拉上去之后。 然后拉去之后，之后又跌下来，还好没买啊，还好没买，又拉上去，哎呦受不了了，一追呢，一追呢，哎呀，涨停板啦，嘣，收最低。我问你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你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，来，再看一遍哦。你要来急杀，我是利用急杀。 来看一遍，看国剧比较快的，国剧国剧资料最多，国剧资料最多，应该没有时间给你看国剧。来，急杀五八四买，急杀急杀急杀，就有没有从五八四涨到六三五？有没有从五八四涨到六三五？有没有从五八四涨到六百三十五块？我这样子又赚了五十块钱呢。 那你今天你去追五二四三的叶水已盛，你追二三二八的广宇，你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吗？两个很简单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利用急答你去追，股票市场每天都开门，你在急个屁呀、啊！你的老师在急个屁呀、啊！尾盘收最低，广宇尾盘大跌，广宇尾盘大跌哦，尾盘大跌哦。 三七一是复彩，连续两天两根倒梯之线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？<laughs> 第一个问题你追高吗？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你知道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有啊。今天早上有、啊，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，主力心态多，代表有人在撑，有人撑。昨天夜盘空嘛，空嘛，就是昨天收最低嘛。可是他撑，大概撑了大概十五分钟之后，你看到心态有多转空，有多转空。 再是有多人空，再是有多转空。我们教过各位了，谁是赖我？你是假庆鹏，因为等一下录录另外一个节目，所以说我才穿这样子，不然我,我不会穿那么正式的。我看一下是谁。哦，OK，好，好。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大盘主力心态空。第三个问题，麻烦你现在马上回答我。 我刚刚已经解了二三零三0点给你看了，我昨天解的三四八一群双给你看了，那现在换你解给我听嘛。假设你今天哦，假设你今天哦五二四三以上，你买在这边，好好好好好好好,好,好,好好，你买这边，你买你买,你买这边，你买你买最低，然后你心中一定骂脏话，早知道会杀尾盘，我就把它在这边冲掉。 天底下没这么多，早知道了。你早知道大盘主力新太空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你要下载我们的软体，而且少了百万的液晶电视的成本，我们很大力的回馈给你。哎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我们很大力把它回馈给你。哎，上电视不便宜啦，所以说每个老师哈，我讲坦白的，他们讲话速度虽然比我慢，可他们心中比你还猴急，因为他希望你赶快入会，赶快入会，赶快入会，就是入会，就是入会，就是入会。 可是我给你个非常明确答案呢、啊，我说二三零哎二三零三的连跌，人家老早在上个礼拜就看到空头空头放空的，今天还在空头加码了，那明天呢？明天就继续杀嘛，明天还会再有低点的嘛，连跌就往下杀嘛，那杀到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它的夜衰多方的夜衰防守价守住嘛。同样的，我现在反过来问你嘛，那明天二三一八广宇我不能再往下杀、啊，你看还听到人家讲话声音，往下杀嘞。 你这时候会发现说，如果你从头到尾只做阳明，做长荣，你有多幸福？你有感觉到？你有感觉到？如果你做长荣，做阳明，你不感觉到你有多么一样的幸福？好吧、啊，所以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哈，你手中有持股上面的业水问题，你一定要拨通电话进来。我的持股体检拆成两块来体检了、啊。 另外一块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，好，除非你下载软体，好下载软体，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是积极操作投资朋友的话，你下载我们的电脑版本。我建议下载电脑版本的、啊，因为电脑你可以从 A N 延伸到 P N 你你,你你晚上起来，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啊，老师你也太太真实了吧？啊，是啊，晚上起来尿尿，晚上起来尿尿尿尿尿尿,尿,尿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，你也可以看嘛，你打开，然后按主哎。 主力看盘，好，你只要按主力看主力心态来，按主力现在就打开了。阿公阿嬷都会使用啊，阿公阿嬷都会使用啊。那你看主力心态救你多少次？主力心态空，我我说真的啦，看到以上这个图哈，我真的很想买。 真的很想买，可是我就是忍住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成功，我成功在这里。哎，我就是忍住，我就不能买嘛。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我怎么能买？因为你不是说你你你买到有啊，大盘主力心态空，今天也是有很多股票涨啊。可是问题呢，我请问各位，那是几率上面的几率上面的一个什么问题呀、啊？上涨的比较多还是下跌比较多？主力下空，当下跌比较多嘛。就、啊、真的把以盛活活生生给吞下去，好狠哦！这招真的有狠的。 真的有够狠，所以说哈，去下载软体哈，下载软体，下下载软体要对的哈，下载软体就对了。来来群创，来继续哦。上礼拜五，上礼拜五，我跟你预告，我说群创应该是一个箱型。上礼拜五哦，这上礼拜五嘛，上礼拜五图卡，上礼拜五，上礼拜五双边解套理论嘛，双边解套理论嘛。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上礼拜有台北股市收最低，我们跟你讲多头主力套。礼拜一那，哎，礼拜一那看过重播，礼拜一放假，再一遍哦。 那么，嗯，十七点，所以从十七点八又跌到十六点七，来继续哦，继续哦，继续来，来看一下昨天的，这昨天这这一块，这块是昨天讲的，这块是昨天讲的。昨天我说哈、哦，我说今天的群创它的空方价落在十七点三，那我也看过它的财报，我所谓财报不是法说会出来，在法说会之前我也看过财报所以这是昨天为什么我跟你讲说，我说群创今天就走一条路，它开盘一定要大于十七点三。 好，那今天群创有没有开盘带十一点三？没有，因为今天大盘不好，大盘环境不好嘛，大盘环境不好嘛，大盘主力现在搞嘛，所以他往家跳水。哎，群创不错，今天开始走高。他今天有没有收上十七点三？今天最高高点，今天三月四号嘛，这是昨天预测的嘛，他说今天一定要大于十七点三。好啊，啊，今天大盘不好，我我原谅他，大盘不好。 所以他没有资格开，没有资格开高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开低。今天有没有上十一点三啊？没有，差临门一脚。这边哈、哦、有一点小复杂。今天最后一天时间了，不能再开放了，因为我昨天就写好了。我们关键报告开放最后一天，让大家做免费的夜水索取。尤其我在里面哈，我直接写杨明接下来的买点在哪里。我、欸、我直接写哦，杨明来。 你敢不敢买一百张？敢。以上来，你敢不敢买一百张？笨。我跟你讲的很白了，我跟你讲的很白了。你现在求安全，求安全情况下，你当时要买股本越大越好的股票那怎么买？ 怎么买？关键报告有答案，在开放最后一天，让大家免费索取。好，里面还有接下来的标的到底是什么？关键报告一定要把它详读，还有有关于个股的操作策略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呢，你手中有持股问题，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，现在赶快拨通电话进来，我今天会留在公司，留的非常非常晚。我们明天再见喽。